诸神之战，我们的职业是机关师，它可以放置三种机关，分别是加速版、减速版和信息版，按 Q 键可以切换。前两个看名字就知道什么用处，第三个别人踩上去会有一个短暂追踪的效果，大概持续个5-6秒吧，可以放在关键的地方。开局呢，我们打算在食堂放一个加速版，但是周围有人好像是放不了的。现在小黑人了，我们赶紧找个角落躲起来吧。而且还天黑了，看来是故意搞破坏，防止时间之主回溯时间。哎呀，这有一个人被刀了。史蒂夫在旁边站着，我们等一会儿啊，看有没有死灵法师或者是殉道者来复活他。哎，史蒂夫没了，难道他是殉道者？为什么连鸡腿都没有了呢？哎，好，时间之主终于回溯时间了，史蒂夫也复活了。哎，刚刚他救的严明嘛，啊，大家都来拍灯了。还是有人被刀了，可能被刀的时间太长了啊。太医也没了。若水说投票给猕猴哈，尘埃说青史刀塌了。若水说回溯的时候呢，猕猴哈站在管道上。啊，可能是跳管了，一直待在管道里。青史反过来说尘埃刀的他。我问史蒂夫，你不是没了吗？他说你懂得。哎，那就先出青史吧，然后再出猕猴哈。这波时间之主又掏出了几个内鬼，我觉得胜利指日可待啊。好，青史是个隐蔽者，那就好办了，之后就没有小黑人了。这鸡腿不是太医吗？有没有死灵法师来给他复活一下？怎么都没有人管他呢？好，我们可以放板子了。这谁扫把星啊，给我塞了一个厄运，我看起来像个坏人吗？天黑了，算了，先不管了，我们先躲起来吧。其实刚刚这太医的鸡腿呢，如果复活了，他有个 bug， 就是他已经在开会的时候看到了全部人的职业，开完会以后再给他复活，那就是无敌了。我觉得不应该复活这种鸡腿啊，毫无游戏体验了，属于是。有人拍灯了，若水没了，揪报告的看他怎么说啊。他说出猕猴哈，追他跑了半天，他是扫把星啊，原来你是扫把星啊，就是你给我了一个厄运是吧？他刚刚给猕猴哈也放了一个厄运，好家伙，被堵了。猕猴哈应该是坏赌，被票之前还要带走一个。好，直接投票给猕猴哈。早知道这种结果呢，还不如直接报告太医出猕猴哈呢。被票之前还带走了若水和啾，就离谱啊。还剩一个内鬼了，我们也开始放板子吧，把飞船各个通道都放上加速板，让大家走快一点。食堂放一个，哎，管理室放一个，医务室门口放一个，监控门口放一个，哎，武器库门口放一个。一共5个，差不多够用了，下轮其他船员就可以用了。现在有人拍灯了，没有人被刀，谢谢让我们报身份。老刘说他是蝙蝠侠，我说地上全是我的机关，等会就可以看到了。史蒂夫是殉道者，谢谢是追踪者，他刚刚追踪的我们，他说我们刚刚在右边，好像没错呀，等会你再质证一下。这局又盘了个寂寞，只能确认史蒂夫是好的，我们也质证清白了。地上全是我们的加速板，加速板的话会给全体人都加速，只能说是方便船员做任务。我是觉得机关师想玩的比较厉害呢，还是得靠信息板，放在关键的地方，比如说放在配电室门口。天黑了，有人去配电室，我们也能看到是谁。现在真的天黑了，我们要不要去配电室呢？还是不去了吧，里面太危险了，有点不敢进去啊，需要有人陪伴进去啊。看到谢谢了，他也不敢进去啊。老刘再往下面走，我们跟他一起去吧。好，报告了，有人被刀了。刀刀报的告，严明被刀了。先问他在哪。谢谢说鸡腿在配电室。老刘说把刀刀给出了，他刚刚在看监控，看到刀刀和严明都去了配电了。刀刀说他是法医。我记得刀刀去食堂后呢又回来了是吧？那肉丝在哪呢？肉丝在医务室。老刘看到肉丝了吗？上把刀刀好像没有通灵呀。肉丝说他做了扫描，可惜没有人看。老刘说不是刀刀就是肉丝，刀刀肯定是假法医。答非叨叨，如果他真好人，那就出肉丝。肉丝有可能是从配电室跳风管过去的。哎呀，居然是个小丑，这波是怎么让他赢的？他跟严明一起下去了，居然没有配刀。严明还是个骗术师呢，肉丝是辩解者啊。叨叨是怎么从两个狼手中跑出来的？真的离谱啊！